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这边是亚洲战队赛八强赛的第一场，DC 战队对战 S2。因为我刚刚在处理直播的事情，开始电脑出了点问题，现在才刚连上，所以班选阶段没有给大家看到。现在应该有了吧？啊，现在有了，终于正常了。刚刚直播还掉了一次。哦，这边星梦活下来了，光的星梦还是非常不错的防御力。啊，有观众进来，那说明我这一次直播是终于开成功了，不好意思各位。本场呢用的是赛事模式啊，所以总共有10个班位，虽然说刚刚搬位的时候，搬英雄的时候没有连上来啊，直播间，但是问题不大啊。我们来看比赛，目前还是0-0啊。双方选出的阵容都非常的不错啊，看起来就是千分局的朋友们，对吧？Xbox 放出来了，10个班位都没有搬掉 Xbox， 并且用上了变形金刚皮肤。这个赛事模式这样子，所有10个选手都可以使用任意皮肤，所以应该会很爽。包括天赋也是全部都是满级的，而且可以随意调配。好 ，DC 这边拿下第一个龟。左边应该用的是一个娜塔莉亚辅助，右边是一个大嘴怪辅助。总体而言，感觉右边的控制有点……其实两边控制都还挺少的吧，就没有那种大团控。太惨了，4-1。啊，经典的包路战术，但是这边并没有冲上来包帕维特啊，嫦娥扫了一波1/3血，李舜臣在这边打野，对帕维特并没有想法，反而是选择绕去蓝 buff， 因为越一个帕维特和越一个巴德兹的成本还是不一样的，巴德兹最多吃一个人，而帕维特可以连续打好多段控。啊，那这边蓝四方也是顺势拔掉了下路一塔，哎，这个长长短短还是，反正我每次玩李舜臣这拉扯打野我都觉得很累，就不太喜欢玩这个东西。啊，那利亚直接上沉默配合上星梦，但是这边娜塔莉亚自己也死了，被换掉了，但是他是个辅助位，所以是完全不亏的。娜塔莉亚这玩意现在打辅助其实比之前弱了很多啊，因为之前有3段沉默，现在只有1段了，并且4级之前是没有办法沉默对方的，就很难受。之前还有震慑面具的时候是娜塔莉亚辅助的巅峰，当时我也出过视频，现在已经威慑不在，但是到4之后还是能够很好的干扰敌方的输出位的，而且他作为一个辅助也不用承担什么清兵啊或者说不死啊的事情，稍微失误一下也不是太大的毛病。好，这边大底罐闪现开到一个 Xbox 不怂，直接一炸，嫦娥在后面飞星乱射，这边李舜臣战场被切入，星梦交个大招追上去，哎呦全得死。确实左边的阵容前期更凶一些吧，
行吧，感觉能回吗？被法师收掉了。我发现左边蓝色方的阵容没有一个英雄在后期是在前期是弱的，都是前期打得很凶的，而且后期其实也不弱。右边的话，巴特兹就比较偏运营了。如果巴特兹打逆风，其实说实话还挺难受的。这边空打个帕奎特，但是帕奎特连续打了好几段空，虽然自己死了，但是毕竟也是个四包一啊，不死不合道理。但凡有一个队友在旁边，至少能换一两个。这就是四包帕奎特的成本和四包一巴特兹的成本是不一样的。刚刚我们可以看到，帕奎特在塔下不在塔下，差不多都打了那么多输出。你们又过来打顶铁罐了。这嫦娥就想清个兵，这现在他们嫦娥这边应该是准备拖后期了，双法师在后期的威力还是不错的。那利亚这边看一下双方的装备吧，法杀开大，但是其实对面位移都挺多，没打着。那利亚这边切法杀，哦，快切死了，一个淘汰直接带走单杀，这是一波。狼人也上来咬一口，嫦娥死，这没有任何办法，感觉红方这边缺乏保人手段吧，都是两个单点控，一个大底罐，一个巴特兹，而且生效的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，两边其实都是偏进攻的阵容，但蓝方明显更凶一些，现在经济领先3000块钱。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对吧？为什么我说完这句话并没有人理我呢？喂喂喂，能听到，好的，打扰了。我只是确认一下。哎呦喂，这边直接带走李顺成。巴特兹是真可怜，已经出纯肉了。铁罐子也是纯肉，他为什么出个圣能光甲？不是铁罐为什么要出个圣能光甲呀？对面就一个星梦，星梦能打多少散射伤害啊？星梦的单点伤害还是很高的呀。怎么好像嫦娥在对面似的？嫦娥在你们这边呀，好奇怪。这艾克斯要为什么要做冰杖呀？我下版本 X 应该我要削了，会把它的减速给削掉。啊，在 YouTube 评论上，那个 ID 为什么一直消失？没有关系啊，就是你们消失的评论我也是能看到的，因为 YouTube 会把你们数字的 ID 在那边刷，变成那个误以为恶意刷屏，你知道吧，他就屏蔽了，但是我在后台是可以看得见的，而且
每过一两天我会统计一下，把被屏蔽的评论放出来，所以问题不大，我都是能看到的，所以不用着急，你只要在 YouTube 上填了 ID 就可以给你签。好吧，离这个截止日还有一天是吧？再给大家提醒一下，如果想要体验服的安卓用户，可以到我也不是最新的吧，就是最近一期有讲体验服那个视频，反正标题写的很明确的，可以去看一眼，然后在下面评论你的 ID 就可以了。我礼拜一的时候统计，然后帮大家申请。我知道光暗的星梦是持续输出啊，但是你每星梦每点一下都很痛的呀，你圣盾光甲挡不了多少伤害啊，它的伤害没有嫦娥那么细碎啊，细碎伤害指的是嫦娥那种大招或者什么古尔德啊、爱丽丝啊，这种是细碎的伤害。星梦每一下都很痛的呀，你挡个十点伤害又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体验服的流年呢，那你就是没事找事好吧，有体验服了还有啥用呢，真是。然后现在比分拉到11-4，但目前也没有爆高地，红方的机会就在后期的法沙和嫦娥身上，李舜臣越往后也有点难受。对，其实这边英雄还选的挺怪的，李舜臣其实要配那些强控制的辅助打起来会比较舒服的，不然前期节奏靠他自己可能不太好带。我不记得他们班位搬了什么，节奏现在慢下来了，蓝色方应该在等领主，而且很聪明的在控兵线。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吧，其实路人局控兵线的意义不大，因为没有人会听你的，然后他们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有的玩家可能会看到对吧，不清兵，这个说明他们在控线啊，英文叫 freeze， 如果你看到队友说 freeze 你就不要清线了。为什么不要清线呢？是这样子，当你处于顺风状态下，就是对面不敢出来跟你打，你知道吧，只要你不清线他们就吃不到钱，而你待在兵线旁边你就能吃到钱。但他们在控线同时其实可以入侵敌方野区啊，可以把对面的野区资源也拿光，这样的话对面就一个兵一个野都吃不着，这就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做法。所以这边就在控线等龙嘛，龙没刷没事干，就不让对面发育，就控线，懂了吧？但是呢，你在路人局很少会有队友听懂你这种东西，因为大家肯定还是想清线赚点钱，没有人有那么多耐心。但是你们自己在五排啊，或者打战队赛啊，开黑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。这个时候其实他们虽然有这控线的意识，但是并没有把握的非常好，还是让对面吃到了经济。不过这边龙也快刷了，控线也要结束了。体验服是安卓留言都能有吗？对，都能有，好吧，你们留1000个也给你们1000个，不用抽，留的都有。好了，这一波看看他们怎么看。这边线控的也是比较好的，让三路，中路线有点快了，因为中路线比较窄，其实要做一下特殊处理。但是上下两路超级兵是同时到达这边的，而且这边蓝色方选择直推上路，右边让一个领主推，和领主5-1分推。
也是成功带了一座高地啊，但是也就只是一座高地了，看看能不能。哦，新梦被秒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蓝方这波攻势应该是没有了。那如果这个领主只推掉红方一座高地的话，其实蓝方还是有点亏的。往后拖下去，也不是说难打嘛。蓝方后期的阵容也还可以，但是总感觉这局会越打越久，因为嫦娥在和法沙后期的清线能力都比较强。我记得有一阵子北美五排的时候最烦嫦娥了，就推不进去，一开大一波兵没了，下一波兵来的大又好，就是推不进去。会不会出现体验服有但网络不好进不去这种情况？没有这种情况，只有你进去之后你感觉打得很卡，那是有可能。又开始 freeze 了，又开始控线了。但其实现在双方经济也差不多了，就不让法沙吃点钱，估计纳塔利亚甚至还出了个破甲，又要等一个领主，又开始非常无聊的博弈阶段了。巴维特可能到了后期，他的作用有点局限啊。其实左边的英雄在上高地方面都有点局限的，不好打进去。只能靠帕维特 Xbox 配合开团，这边打起来了吗？新梦直接开大入场，这个法沙很有可能追得上吗？狼人二技能，好的，没有追上，但这边 Xbox 把这个大体冠杀了。李顺成死了，这边红方死了两个，但是他们的法沙和嫦娥依然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个就还是很难打进去。你看一个大直接把你波兵又没了，你怎么办嘛？这波又没领主，看看这边。哦，狼人直接可以把这个塔拆掉了。纳利亚，纳利亚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？哦，帕特兹扛了很多，但是还是死了。法沙一滴血开了个金身，刚复活要被，还剩一个法沙，还剩一个法沙。这边的话，李顺成和那个什么快复活了，那这一波应该还是守下来了。掉了一个下路塔，是被狼人强点掉的。然后这边领主刷了。看红方要不要起来抢这个领主吧。所以是明天发放田赋资格吗？应该没那么快吧，明天去申请，反正会尽快的，好吧。李宣城这现在开个大啊，看一下纳塔利亚视野，他怕了。铁罐来找纳塔利亚，这一波领主是蓝方的一个机会，看能不能冲进去，觉得还是问题不大，不一定，看看两个法师的位置吧。要来了，要来了，下路兵推的有点慢，上中一起到，感觉中路塔这个肯定是要掉了。哇，大铁罐好脆啊！李顺成和嫦娥在这边清兵，居然没有清领主，居然没有遭受到干扰。新梦开大入场啊，但是没有机会啊。那这一波蓝方又推掉了高地，三路高地全破，往下慢慢推。这个好，新梦闪现回来，法沙直接近身。哎，这一波法沙没有死，哎，这打不进去啊。好的，这局二十五分钟，往二十五分钟去了。
因为南方其实红方也不敢出去，野区作战的话肯定是打不过南方的，但是守高地他们还是有优势的，南方没有强开团的东西。特别是纳尔利亚和帕维特在上高地都不是很舒服，狼人也只能在后面捡残血。看一下双方的装备，纳塔利亚辅助都已经出了五件套了，反正他现在如果一个脆皮在脸上他是可以直接秒的，但是他现在脆皮也不会出来。又开始控兵线了，但是现在控不控线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双方装备都出的差不多了。还要再等一个领主吗？我觉得可以把三路兵控一控时间，三路超级兵一起上的话可以试一波。因为反正现在没有领主嘛，就算是输了问题也不大呀。哦，哎，这边法沙没了，星梦也没了，巴德兹，哎呦没咬死。那这嫦娥和法沙死了，那就再见了呀。他们为什么要出去呢？好守家不好吗？还是耐不住寂寞啊，打到这种旁光局就看后面谁能耐住寂寞了。啊 ，MVP 是狼人，虽然他只打了15%的输出，2-0-11，可以。啊，其实他们不用换位的，不过他们既然换位了也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在后面调的。好，两边非常自觉的换好了位置，那我们开始第二局，三局两胜啊，刚刚是第一局，现在是第二局。杨幂用美人技能翻，还有一个人没确定。Let's go. Your team is...我这房间怎么开的？用魔力开的。Magic。为什么我的游戏没有声音了？好安静啊！玩点爱丽丝，好，上一局没有看到班选啊，这一局来看一看。好，对面犹豫了很久啊，这个音没有音乐声有点尴尬，我看看这个右边会搬什么。啊，搬掉损，上一把我记得他们也是第一把搬掉损，第二把搬掉了零，搬 C 位。比赛房间怎么开？说跟你说了用魔力开的，你就不要问了吗？怎么这么不识相呢？那肯定是官方给我开的呀。之前有讲过啊。普通玩家肯定是不能开的，
哎呀，今天直播有75人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一会儿应该可以把视频上传到 YouTube 吧，如果我的视频转码没有问题的话。啊，这边 SR 把 Xbox 给搬掉了。什么叫华为有音乐？你的意思说你现在用华为手机，然后能听到这比赛音乐，那你也是有点优秀的呀。比赛同学们都是神话级别的吗？这两支队伍600分肯定有吧，看他们选的阵容就知道了。你现在不是官方了吗？是呀，但是那我怎么说呢？我自己开的，你们怎么废话这么多呀？能不能问点跟比赛相关的事情？我们接着看班委啊，巴德兹，为什么要搬巴德兹啊？反正巴德兹打野位还挺强的，边路有点一般，主要是上把巴德兹太惨了，一直被四包一。而对面的帕维特不敢四包一包帕维特，又把帕维特放出来了。但上一把帕维特应该是 DC 的，这把帕维特给到莱斯二。而为什么他们宁愿办巴德兹也不办帕维特？啊，马蒂尔达也出来了。啊，马蒂尔达目前是神话400分以上。就我以后，就我的视频以后，神话400分以上，我就统称为高分局啊，因为我自己，在这个单排的过程中有能够体验过，400分以下的局单排基本上都可以乱杀，400分以上的局单排就不是那么好赢了。所以马蒂尔达现在在高分局，就是我刚刚说的神话400分以上，他的胜率是全英雄第一的，好像59吧。第二名是波波鲁与库巴，第三名是，行，我不记得，你们可以自己去上官网看，这个数据是可以看到的。哎呦，这边剑锋加卡加吗？这么不当人吗？右边的 C 位要小心了。卡加被砍了一刀之后，就是被修改了一点，不叫被砍了嘛，削了他大招，增强了他的被动和一技能，他的爆发能力其实已经不足以前了。但是等卡加装备出满，一套想秒一个人还是问题不大的。哦，第三是 Luby， 对，第三还第四 Luby，Luby 现在在神话高分段很恐怖，胜率高达57%。上场率高达2.5%还2.6%左右，一般正常英雄的平均上场率在0.07%，0.7%，他有2.5、2.6%，班率也有10%，就很高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卢比这么强，我下周研究一下。巴特兹被动太恶心了，不也就升点双抗吗？克双抗的英雄还是很多的，比如说 Xbox 真实伤害，对吧？迪亚斯也是将近真实伤害了。我之前就喜欢拿迪亚斯打那个 X， 打那个叫什么巴特兹，跟爸爸打儿子一样。啊，对啊，之前这个亚洲战队赛是有32支队伍啊，现在是打到8强了。之前我没有直播啊，是糖果帮我直播的。所以现在已经经历了2轮淘汰了，
神乐搬掉了，神乐目前好像是高分段上场率胜率第一的法师吧。右边是在对面选了剑锋加卡加的基础上还搬掉了尤朵拉，怕对面选三个单点强秒吗？红方针对野核，没错，已经搬了三个野核了，但其实巴特兹也算也可以当野核的，自己拿下狼人。如果这个帕奎特是走边的话，这边剩下的 C 位还有谁？格兰杰这版本其实还可以啊，李顺成也可以打，还有什么 C 位啊？啊，帕奎特打 C 了，真的帕奎特打 C 了。但红方肯定是不知道的，卡加金币路啊，卡加经验路，剑锋金币路，矮子中，帕维特打 C 位啊，那就是他就不是一个野核了。是一个工具人打野，前期带节奏的，后期的唯一 C 位就是吉克洛普斯，但吉克洛普斯其实后期伤害我觉得就真的进入旁观局的话，吉克洛普斯后期伤害是不够的，感觉他是一个中期强势的英雄。翻新神乐是增强了机制，但是削了伤害，就降低了它难度，也降低了它伤害吧，就是就这样子。可能会有更多的出场率，但是胜率会降一点，因为现在神乐胜率其实挺高的，这种58、59、57的肯定要改的。马蒂尔达和波波下版本都会消吧，波波不是消，波波是把它往射手方面改了，有体验服或者看过我体验服视频的玩家应该知道啊。话说昨天发了体验服的新版本，我还没做视频，好的，一会儿直播完了去做。剑锋还把自己伤害不够带了个孤立无援，矮子金币路，剑锋中路，可以让矮子发育，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。啊，蓝方的政策也没有去干扰对面的野区，其实也不敢去刮法杀，就是泰哥帮你把兵退回来，然后清一清。我靠，这边加迪恩经验路啊！加迪恩这一手选出来是保谁的呢？肯定是个保人用的，就是等卡加和剑锋切进来那一瞬间开大嘛。就即使你把我们 C 位换走了，你也别想走。还有 Luby， 哎呦，这矮子难受呀！我就不至于吧？为什么一个矮子会被 Luby 压呀 ？Luby 难道不是手短吗？好的，我现在懂了，因为红方抓人抓得快。不是 Luffy 的问题，是节奏的问题。
这边看一下，帕维特还在打这个，而且这边是个加迪恩，哎呦，这一手很聪明啊，坦边终于提上了日程。哎，你抓不死我，有本事你来啊！我一到四级，你敢越我，我直接开个大把你们都留下。作为一个工具人，就是防止被抓的人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一套并没有秒掉法杀。主要剑锋那个1200块、1300块那个小破甲没做出来，不然法杀是可以死的。是要先买小破甲的，其他的装备对于前期的剑锋没有任何意义。就那个七海的小剑，那个小锤子可以带来10点还是8点的物理穿透啊。不过剑锋现在前期伤害确实也削了，下个版本会削的更低。哇，这个卢比吃了3个大呀！矮子，说实话，你去打金碧路还是要出回蓝血的。你觉得后期伤害不够可以换？这个没蓝太难受了，这能干嘛？只能平 A 野怪。没有换走，狼人安全撤离。泰格带了一个马蒂尔达，临死前还飞了一下，但没有用。大家拉到加迪恩，能不能带走一滴血？过来了，这是真惨，这是真惨呀，吉克罗姆斯，没有办法。剑锋开了个大，只秒掉半条血，马蒂尔达冲上去带来一个人，还没有收走剑锋人头，剑锋还想回头打，被直接没了。这场节奏有点快啊，怎么已经推到高地来了？准备搞龟，法杀开大，剑锋直接冲上去，哎呦，差一点伤害，法杀带着进化，大泰格开大被卢比断了。队友也没有跟上，这把已经有点凉了。狼人已经10-0了，全队10个人头全在狼人身上。
新英雄不用吗？你是说奥利吗？这种局用奥利不是等着输吗？杰洛布斯一点伤害都没有啊！这一开个大打到马蒂亚达身上，哎，我没掉血，马蒂亚达出了什么装备？哦，肉装是吧？直接先裸的神域，那确实掉不了多少血。马蒂亚达转了起来，法杖开大。要结束了这一把 ，DC 战队非节奏非常的好。领主拿掉了，帕维特打野不太行，不是帕维特打野的问题啊，这个。阿帕洛特打野确实有点慢，但整体而言是红方的节奏更好，不是英雄上的问题。英雄上其实还好吧。哈维特才出到百战呀，也太惨了。不是这五杀了呀，卡嘉有大没？教训一下这狼人，卡嘉没大。哎呦，狼人17-0了，全队18个人头，17个在狼人身上，这怎么打嘛？狼人现在10万经济，这边哎，基克洛普斯5100。啊，不是10万，10000，10000，对不起，10万有点过分了，是10000经济，帕维特5000，剑锋5000，矮子5000，卡嘉6300，泰格4000，就离谱。好了，蓝方又要开始了漫长的。守家之路啊，刚刚那不是领主啊，刚刚那是龟，好像，不好意思。但这一把没有嫦娥和法沙了，清线没有那么快，而且还出来了，没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等不到领主了。狼人六神了，狼人本来最后一件想出肉的，我都看他买了个大腰带了，后来换成猎魔了，可能觉得太顺了，我一件复活甲够了，不想出肉了。把
他直接开打，泰格一波大闪，哎呦，一个人都没打到。其实是对面反应快，其实泰格这一波做的已经可以了。哦，又拉到狼人，但狼人有复活甲，还能站起来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复活甲秒换金身，但是没有软幽，还是没了。好，狼人送出了本场的一血，卡加经济瞬间飙到了8000，还得打一会儿，还没结束。我觉得红方有点过于稳了吧，这可以压一波的呀，这两路高地都是一滴血，不是摸一下就没了吗？非要卡线吗？没必要啊，这把是大邮局啊，直接冲了呀，领先10000经济呢。非得等个领主吗？这么稳的吗？真的鸦雀无声。这也太安静了。怎么一点音效都没有啊，终于矮子放了个技能。这两边都在旁边站着你知道吧，一个看着兵打兵，一个在旁边，一个在野区待着。三个人抢夺一个野怪，好，卡加尝试来清一波兵，但这边只有加迪恩一个人，所以还是比较安全的。我这加迪恩伤害有点高，卡加拉了一波加迪恩，帕鲁特也上了，不，这些人是多少有点问题。卡加把狼人秒了，这一波蓝方能打领主吗？领主刷了，兄弟们！应该打不了，兵线太差了，上路高地应该掉了。开个大，卡加就一滴。哎呦，这还走了吗？狼人马上活了，但是他现在的经济压制能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，因为对面也出现了10000的帕维特。哦，帕维特还少一件装备，帕维特10000了怎么还少一件啊？他买个大腰带那可以。打狼打领主了，他们也太稳了，非得打领主啊，为什么不愿意试一波呢？这个领主还是很稳，拿掉。蓝方要来抢还是有点难抢，那这一波不用等领主了，直接没了。不应该来抢的，不抢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希望，打不过的呀，正面毕竟领先着10000多呢。好，那么最后红方也非常稳的结束了这场比赛。
恭喜 DC 2-0拿下八强赛的第一局。啊，今天还有另外两个战队，我看一下是谁。RNG 二对战 PLG， 这局啊，卡加拜访 MVP 34的输出，狼人其实你看他杀那么多，也就打了27%，对吧？你要知道加点打了25%，这就离谱。好啊，马上带来第二场比赛。再拉人啊，等一下。喂喂喂。啊，RNG 二的来了，POG 让他们自己拉吧。不是没声音，是我关了呀。等比赛开始了再放呀。一开始我不也没说话吗？只是没有让你们听到杂音了。这么想听杂音吗？我只想把中间比赛的时候把杂音关一下而已。游戏是没有声音的。
好的 ，Let's go。好了，目前是八强赛的第二场 ，PNG 对战 POG。为什么游戏还是没有声音？怎么背景音效不能来一个吗？就很无语，好吧。我周一要去找赛事模式的朋友们聊聊天。好的，那就用我的声音来缓一缓场子吧，好吧，热一热场子吧。啊，搬掉了帕维特和剑锋。帕维特刚刚是两场都放出来了，这两个战队一上来就把帕维特给搬了。联赛现在阿鲁卡多很强啊，是吗？阿鲁卡多强也不强在个人操作呀，他一定是强在战队运营的节奏上面。因为阿鲁卡多这个英雄，你不可否认的是他滚雪球的能力很强啊，但是呢，你真说他有什么操作点吗？是没有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操作点，就是跟着队友的节奏一起上呗。所以如果联赛有很多阿鲁卡多是可以的，是不出乎意料的，就是是合理的，但你自己你单人去玩就不是这个效果。忍者现在是高分段上场率第二名吧，第一名是狼人好像。好，第一手抢掉了马利亚达，对面掏了个库夫拉，最近库夫拉又变多了，之前销声匿迹了一会，我真的很烦这个英雄，我在北美的时候大概搬了他两三年，一直就搬他，从出来一直搬到不回国，这玩意儿太恶心了。后来之前有一个版本，不是之前吧，就现在是流行软辅嘛，不是，所以库夫拉就上场有点低了，但随着泰格的崛起，感觉库夫拉玩家们又找到了方向，又出来了。一范声音好好听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会有这边周家卡加也是两个强切 C 的英雄，但左边的 C 其实还没选，狼人没人拿呀，这都六班六选了，狼人居然还在外面。这边搬了一手霸下是为什么呢？这边搬了一手嫦娥，难道搬霸下是为了选嫦娥？对，被对面猜透了，不至于吧。搬掉了兰斯洛特，为什么要搬兰斯呢？我如果是个兰斯，看到对面库夫拉加卡加加州，我这个兰斯一定选不下去，我根本不敢选，这选了就爆炸好吗？太难受了。这边拿零了，蓝方这边狼人还是开的，果然拿了狼人，哇，又是狼人和林，这两个英雄在高分局已经强了快两年了。你们谁还记得我之前出的高分局 C 位对比还是那个视频吗？反正就是两个节奏型的最强 C 位，狼人和林，到现在还是这两个，什么时候能换一换人呀？野区对吧，这两个英雄相比于阿鲁卡多，他们的可操作性就比较多了，就像阿鲁卡多那么顺风他们肯定也能打嘛，当然逆风也有一定操作空间对吧，特别是零他可以去带线，
狼人的话找准一波时机能够收一波，就像卡琳娜那种。啊，对，说到零，对吧？我本来说上周要出零的视频，因为我其实素材上周就打好了，但是上周刚好赶到奥利出来，所以明天应该会发一个零的视频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最后一手红方选择了法沙，左边拿了巴特兹，双方的阵容都还不错。但其实巴特兹当工具人不好当了，还是当野核比较好。三个 collector 皮肤，四个还是三个史诗的皮肤，还有这边零选择了红开，为啥不蓝开啊？狼人都蓝开了，说实话，感觉狼人拿掉蓝之后，跟马蒂亚达和神乐去反，哎呦，这很难受啊！零去反蓝的话，零会很难受呀。这边应该狼人叫人去反蓝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反呀？零就一滴血，去反一下不是很爽吗？都看到林在打红了，菲纳尼塔都过去骚了一下了，看来是求稳。那林拿下这个蓝应该还是问题不大，那他前期的节奏就没有爆。大家对这个金币蟹也没有什么想法。哎，上路零到四级了，但零身上为什么没有蓝呀？啊，有蓝，刚刚可能是在墙上特效消失了，这应该是个 bug 吗？还说零在墙上就是看不到 buff 的，他现在又有蓝 buff 了。Why？ 这应该是个 bug。好，林在这个打龟的时间点被迫回家，有点难受。蓝方开掉了第一条龟。第一只龟吧，林其实前期还是挺难的。如果战队运营不好的话，不推荐打零。还能咬，还能咬，零也要没了，零又大，被卡加拉了一下，主要是狼人有点有点浪。之前我第一次做零的视频的时候，就跟大家说，你玩零，那要像卡琳娜一样玩，前期就找残血。但现在我要收回这句话，因为现在卡琳娜。人家前期已经可以秒满血了，好吗？他不再是个收割型英雄了，我就能直接秒你。卡琳娜现在伤害太高了。
零这一波没有蓝就有点难受啊。一万现在还可以申请客服吗？客服是什么东西？你是想说体验服吗？哎，这个周很细，但是没有后续动作，踹了一脚跟上，直接一脚踹回来啊！本来你打二技能都交了，这波蓝方有点浪了。被反蹲，那林这一波很舒服啊，拿到了一个头。还有助攻吧，好像。狼人很灵性啊，一个一技能加一个猎杀，直接，哎，你看这灵戳一下狼人，连盾都没掉。前期灵伤害实在太低了，我看一下灵装备出到哪了。啊，出了个猎魔。主播，我关注你20年了，你可以送我皮肤吗？可以啊，等你关注到20年的时候，我可以送你个皮肤，没有问题。对吧？毕竟我今年才18岁，你要关注我20年，那是有点不太可能的。等你关注到20年再说吧。拉了一个巴德兹，巴德兹原地吃人，回血撞，好，马蒂亚达过来，但是还是没伤害，零过来能不能收割？巴德兹还在打，哎呦，马蒂亚达把巴德兹带走了，但是应该，零没有任何想法吗？这巴德兹不是砍两刀就没了，所以双方打了一堆，交了一堆技能，哎，我点到为止，我就是玩。哎呦，这周是真疼啊！周好疼啊！我那天也是一样，我打个蓝斯，我在侧服打那个翻新蓝斯，跟周对线，我单杀了他3次，每次还都是晶晶，就是非常刺激的险胜。搭山王3次之后，跟他打，居然还是5开。就很离谱，他依然能一套秒我，我要非常小心的去计算伤害，就离谱。只能说，刺客确实脆。啊，这边林被杀了。你不是90后吗？90后也不耽误我18岁呀，这两者冲突吗？不冲突呀。你跟我讲数学，我跟你讲的哲学不一样好吗？卡加反应很快啊，但是你应该走的。这还守塔是有点，他可能想我有大，你进来我至少跟你换一个，但他其实被控的大一大的没有交出来。
打得有来有回的是吧？你们觉得这场好看，其实我也喜欢看这种。虽然说吧，稳的队伍确实更厉害啊，但是作为一个观众来说，肯定是想看打架更多的比赛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视角怎么只能调到第二档，第三档上不去了啊，上去了。哇，这个视角好爽啊，这个视角。啊，连声音也被小，也连声音也变小了，做的这么真实的吗？不需要，你声音可以给我回来吗？就我视角太高了，所以听的声音都比较空灵，比较远是吗？啊，好像也没有啊，就是刚刚，不重要。我们看一会儿这个视角，好爽。所以疑犯几岁？怎么回事？怎么看个我直播还检测出什么？您是耳朵不太好吗？不是十八吗？讲了那么多遍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没了呀！突然间暴毙，一个接一个。好了，我们恭喜左边 POG 拿下第一场啊，不对，右边 RNG2 拿到第一场比赛胜利，零 MVP， 零 five MVP， 这边是狼人，可不可以把狼人搬了呀？不想看到这个英雄了，你们能不能玩点别的 C 位？好，两边又开始非常自觉的换位置了，行，那也省得我后台调了，其实我是可以调的，给你们看一眼。对吧，在这里有个 first ban team， 我只要把它选到 team 2、哎、就可以了、啊、他们换好了我就不用调了，走第二局。 Your team. 我都说了九零后不带不能说明我十八就是有问题的，你知道吧，都跟你说了，你跟我聊数学，我跟你聊科学好吧，我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过吗？谁说九零年出生就不能十八岁了？对吗？我在宇宙空间站待过呀，我那边过一年，哎，地球上能过个四五年呢。Your team is banning. 或者跟你们讲玄学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冻龄十八，听说过吗？Sborg 帕维特怎么搬的还差不多啊？又是剑锋和巴德兹。啊，八字字上马没搬啊，狼人搬一下行不行？不想看到狼人了。把第二打搬了，十八合理是吧？我也觉得很合理，这么多理由都能找出来，还能不是十八吗？赫罗斯出来了。赫罗斯好像胜率也挺高，班率挺高的，赫罗斯是高分段班率第二，好像八十多，帕尔格特好像有九十多，卢比出来了，卢比那不是他每放一个技能放个位移，那个赫罗斯都能跳一下吗？卡甲Ruby, Basha, Kagura, Your team is picking.
所以上一把是 RNG 处自己搬了靶下，对吧？这把他们又拿了。哎呦，把罗杰搬了，还有四个班位啊！我相信你们可以的。哎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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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！我直播设了30秒的延迟啊，他应该没有听到我那句话，不过他可能听到我刚结束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了。赛事房间可以看到选手场次吗？你们五个人五黑，为什么要看选手场次呀？自己聊天说了不就完了吗？搬掉了八门。零要吗？不要，对面就拿了。嗯，蓝斯，黑龙加零吗？这蓝斯也挺难打的。这怎么敢选蓝斯呀？他能切谁呀？这你动一下赫洛斯跳一下，动一下跳一下，动一下跳一下，切神乐也切不死，果然是零。没有人给你蓝斯切呀，不太好打的。脆一点的只有零和神乐，零你肯定不用说，蓝斯怎么切得到零呢？神乐的话也不好切，跳个伞就走了。但这一手库巴还是很灵性的呀，你只要前期碰到人，蓝斯节奏起来了，顺风的还是秒谁的问题不大，主要还是对吧？多败游戏嘛，就是比谁钱多，在钱多的基础上再去谈操作。所以运营战队的运营，整个比赛的节奏的重要性肯定是远比个人操作要重要。蓝色蓝开，零也是蓝开。下版本霸下能打野了。九月新赛季，我第一个出的视频，一会儿就霸下，好吧，霸下打野，霸下好吧。啊，不过不一定，好像洛林也是同时上线的，还有四个翻新英雄，我靠，感觉轮不到霸下。哈哈。我想一下，
四个翻新英雄我放在同一期讲能讲完吗？还是我要做四个视频？我觉得能讲完，那就一个洛林，一个翻新英雄，然后开始讲坦克打野，这里边应该有霸下，暂时还想不到其他的坦克打野。哎，说实话，他们之前说要抬一手坦克打野，其他坦克要改一手的，但是后面好像还没改，不知道下周会不会改。感觉更新内容已经确定了呀。如果已经确定的话，霸下可能是唯一一个打野速度还不错的坦克。啊，这个蓝色还挺熟练的。然后输出装波波可以出个视频，走金币路。哎呦，哎，可以啊，这个蓝色秀的呀。虽然死了，但是刚刚那个 Z 字抖动已经可以了，好吧？但下个版本不需要你这么复杂了，因为划三个兵，你只有一个是会上标记。这个蓝斯可以的，比我强。又是一波四包一啊！这边一个采血的神乐被卡加带走了。四个视频，翻新英雄四个视频，主要是出的太慢了。你想一周出一个视频，这翻新英雄讲完就得一个月了。因为其实吧，打法上面像比如说二代塔没有什么特别好强调的吧，就只是告诉你们一下技能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蓝斯损我到时候其实也就评估一下，也打野还是金币路的可能性也就可以了。哇，有点凶残的呀。这赫罗斯真的跳得开心啊，这太爽了，赫罗斯再一个二技能就没了呀。二技能，这洛伊尔传过来了。哎，这个巴夏还是有点忙了。领切洛伊就跟玩一样，大都不想开，还是没开大，知道自己死不了，非常的稳。这个龟怎么说，蓝斯拿下了，零开大退场，主要是没有蓝。
但没有零，这边蓝方打得也挺开心的，仿佛这场游戏跟他并没有关系。这赫洛斯真太开心了，你们选蓝斯加卢比他就很开心。秒掉了，怎么又没声音了？我不咬了一手神乐，神乐解控直接走。想切波波把狼招回来。黑龙什么时候开的大呀？洛伊开个大跑了，然后又回来了，太难了，团灭了。神乐拉到的时候，赫罗斯也可以跳。给你们讲个好玩的东西啊，就是有一些强制性位移、连续位移的，比如说黑龙，就每次碰到人，赫罗斯都可以跳。更有趣的是熊猫。把人滚在墙上，每一秒赫罗斯都可以跳，你可以无限接无缝跳大。就即使熊猫把人按在墙上，但它也是属于位移的，它属于位移判定的，只是后面有墙，所以它位移不过去，但是它是发生了位移的，就很秀。呀，是我点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靠，我感觉我有点困了。赫洛斯刚刚干嘛不跳啊？再跳一下，卢比肯定放个技能再误一个位移。赫洛斯再跳一下，卢比不就死了吗？Slay the Lord.
以前直播八小时的一饭哪去了？那时候睡的也多呀。我主要是自己在打，你知道吧？观战有点集中不了精神。我才发现左边三个淘汰，淘汰好像也削了吧？应该是在这周的测服更新上。我今天或明天会出视频，明天吧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。出个测服视频，再发一个零的视频。哦，我可真忙，做完视频后天又得上班了。哎，这黑龙是卡了吗？还是故意的呀？直接冲泉水里去了。那本来这波领主黑龙降临的话，可以直接打一波。好家伙，这就不想让我下播呗，多玩一会儿。看一下装备啊，我们换个视角看一看。哦，来，我们这样看一看，看一看林。好，现在他对战这个卢比。霸下来支援，飞的还挺帅啊。这个视角有点太大了，还是这个好。我们看看蓝斯。好安静啊。哦哦哦，开打了吗？我这个视角是不是很通透？这边蹲这个人，哦，黑龙飞起来了。结束了吗？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切回去了，切回去了。我是用右上角那四个字母 A B C N 去切的，但是实在是太小了，很难点到。
知道视角很不舒服，但短站起来肯定不舒服，你也看不清。我就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不是切回来了吗？来，我们放大一下。好，我们来掌握整个高地，好吧，一览无遗。能守下来吗？卡加被秒了，赫洛斯跳进来了，像疯狗一样，没有人挡得住他，反正全是位移。结束了。好，那么恭喜 RNG2 2-0拿下了比赛，晋级第二个四强啊！明天还会有两场八强之战，然后对下两个名额，然后下周六半决赛，下周日就是决赛。好，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明天再见。一会儿我看看把视频传上去就 OK 了。拜拜。